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落阳。忧郁的秋天。九五后试吃，八零后怀旧零食，真的不是很懂你们八零后啊！哦，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是领导大龙，其实刚刚演的超爽，刚刚为我零食的就是我的领导。好的，不重要，今天要做的是八零九零的零食试吃，发现这是什么？西瓜糖，你为什么要选绿色的？啊，当然是要原谅他，好硬哦，好硬哦，不好嚼，而且根本没有西瓜味，骗子，吃起来像是假泡泡糖。不过想要瘦点，你妹子可以尝试一下。我舌头有变绿色吗？没有。那就还好。下面是网红饮料 ED 钙奶。擦试管的时候一般是有个诀窍的，就是你不能让他发现你在擦它，就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香香甜的味道，我小时候超爱喝这个，我大概一个人可以喝两个。你有咬吸管的毛病？没有。我没有。下一个是这个好，这个看起来这什么东西？好贵。这是粘牙糖。这看起来像什么英国贵妇围在脖子上那种。这也叫拉丝糖。拉丝，那可以拉起来。骗子，这个真的太粘了，不过味道还可以，就是太粘了，粘在牙齿上有点吃不到，我要剔一下。干啥？让我录一下你剔牙。啊，不要，干啥？你把手拿开。所以你剔牙，我真的录。好烦，真的，我操！柠檬可乐味的味道，哇，你吃口香糖是一口一口咬的，可乐味道都是挺足的，但是我没有吃出来什么柠檬味，不过比刚刚的那个西瓜棒棒糖好吃很多，也不会那么难嚼。刚刚西瓜糖没有吹泡泡，我的天，那是真正的滑铁卢。等一下，我要多调一下吹粉。我原来吹泡泡超级厉害，吹泡泡糖大赛的前十名。这个浸泡糖，为什么没有勺子之类的可以用来舀一下？它是直接倒出来吃吗？对啊。摄影师帮我拿个勺子。没有，没有。摄影师一点都不舒服。在你的唇齿间跳动。有人骂了你四次。呸！有人想我，有四个男人同时在想我，好吧？这看起来就比较高级，骑士林。我真的不喜欢吃巧克力或者奶糖，对我小心一点。你为什么不喜欢吃？我不喜欢吃甜的，不喜欢吃咸的。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喜欢吃甜的？我就是不喜欢吃，问你继续吃。我的天哪，管太宽了。我导演，不，你听我解释，不，不是这样的，导演就是没有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，可好吃了，甜。你虽然说你不喜欢吃巧克力，但你还是往嘴里塞了。我不喜欢吃，玩具钻石糖。这个糖感觉自己是个贵妇，哇！所以今年的生日礼物送你这个好吗？你太穷了，我们组太穷了。我的生日礼物可以富一点吗？你可以给我送给我同等，就是这种的。那还有个口红呢，可以多送你几个。哇，你吃糖真的很恶心。你看，一言不合就开车的吃糖。我觉得这糖就买来玩可以，但吃的话真的就。不怎么好吃，而且也吃起来不方便，不要这样。还有一个大大泡泡糖，小时候和同学一起吃这个，就希望他多给你，就看关系好不好，感情深不深，就看他给你的大大泡泡糖。给我一个，看咱俩关系好不好。感情深，一口闷；感情浅，舔一舔。好的，这是最后一个，我故意留到最后的。口红糖，今天我是个美妆博主，我的镜子。导演镜没有，这个和钻石糖异曲同工。是草莓味的，不过买来好玩是可以的。假装自己是美妆博主。今天让你做了一把贵妇瘾。这个贵妇也太穷了，两块钱的贵妇。啦啦啦啦啦。